接下来这两位呢，大家都非常期待他们在快乐大本营出现，因为他们现在的剧呢正在热播，特别是在芒果 TV 呢可以说是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的好评啊。这个陆毅和金夏的故事呢，大家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关注，也觉得很甜很虐。我们掌声欢迎任嘉伦和谭松月。嘉伦进步好大，嘉伦下午根本是站不起来的，你能不能勇敢地往前走一步，然后跟大家打招呼啊？好，一步一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嘉伦。欢迎嘉伦，欢迎。卓儿发现嘉伦出来之后没有回去，对，我一直在想他没有学会怎么回去。好了，嘉伦还有倩倩，你们就可以慢慢的往这边走了，因为我待会儿呢就要 cue 大家离开，就是上道具什么的。只能我们自己走是吧？你可以吗？你慢慢的走好不好？别哎呀，看这就自如多了。我都可以啊，我往前弄。倩倩可以，倩倩可以。节目结束了还没走呢，真的要注意哦，倩倩。我两个这是一个双人舞的吧？真的太难了。和金夏，谁摔倒啊？谁摔倒的？摔倒了。站在中间如同一个岛，一动不动。整个的过程，嘉伦一动不动。谁摔倒啊？我摔倒吗？对，我先把你扶到哪。哎，我们把你扶过去。对，先把你扶过去。对，来。扶过去干嘛呢，何老师？然后你再想办法自己过来安慰他呀。好。能站稳啊，自己能站稳啊。好，来，松松准备啊。预备开始。哎呦我的天呀、啊、我怎么摔倒了，好尴尬呀，咋整啊？我先念一个内心 OS 啊。好的。既然我这么大男子主义的人不能在这个场合发挥我的优势，我觉得这位小美眉跟我的兄弟应该是能走到一起去。威龙啊，威龙过来，这边有一个小女孩摔倒了。好，我来了，叫兄弟帮忙来。哎，快，人家摔倒了，你好来好来起来。我不要你扶，我自己能起。他俩这环节是在整宋威龙吗？我知道，宋威龙有个办法，你挪到他身边去，让他安慰你。哎呦喂！摔倒了是吗？即便我不会滑旱冰。但我也想尽我的微薄之力把你你倒是起啊，你倒是还好吗？我是不是很有男友力？还行，还行是吧？我这扶你回去吧。谢谢谢谢。现在是被安慰的韩松玉扶着安慰他的任嘉伦回去了。首先先来一个人把嘉伦扶到那个位置。热心的坤坤又出发。我们好无聊啊。任嘉伦可开心了。竹青松月松月嘉哥对不起，100秒时间到了，要重新开始。平衡平衡控制好，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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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抓紧时间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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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哇！家里动啊！竹蜻蜓啊，竹蜻蜓啊，竹蜻蜓，对了，哇！15分钟之后，任嘉伦应该能够回到座位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你可以的，你自己来，你可以的，自己来啊！肉眼可见的成长，你看到吗？每个人都是肉眼可见的成长。来呀来呀，加油加油！哇，这歌放嘉伦，加油啊！加油啊！嘉伦，加油啊！你可以的，回来呀！嘉伦
是你吗？真的是你？我们认识啊。你忘了吴杜成？你忘了吴杜成？我们10年前就见过面了。我们？我怎么不记得啊？这样子你记得吗？10年前灵儿才到逍遥哥哥这里。10年以前我也就这么高啊。10年前好像我也就这么高啊。是吗？哦不，我应该比你高一点。到这儿。逍遥哥哥真是一点都没有变，还是让灵儿这么开心，还是让灵儿这么开心。啊哎，这个表演在唯美、尴尬，然后感动，然后意想不到之间徘徊，太精彩了！还有一种突然的唱一会儿，演一会儿，演一会儿，唱一会儿，而且就演一会儿，突然就唱起来，唱一会儿又演。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有那个《锦衣之下》的那个滤镜，就你俩说什么我都觉得很有代入感，就特别的有画面感。对他们俩一说第一句话，你就觉得哦，是他们，是他们，就那种感觉。是，谢谢，好。我觉得就这个吧。这个其实不是山山惹人爱，我觉得这个也故意的吧，都是故意的。就摇滚，这还是复古摇滚。你别太复古，谁唱摇滚？还这样啊？我刚才就这样。我的天哪！哇，我现在觉得这个动作好摇滚啊！来，嘉伦做好准备，开始了。3、2、1，退。气爆了！轻点好吧，是不是我演的太过于真实是吧？它出自哪一部影视作品？几乎是一道送分题，祝贺红队，来，你们将要贺蓝队。好，现在蓝队要派一个人来。啊，宋茜这时候敢出马？各位，我们派出我们的豹女郎，豹女郎，豹女郎，豹女郎。好，那个嘉伦有什么话要对倩倩说吗？我觉得虽然我跟倩倩不是一队的，但是身为老乡，你应该打一个停或者生就可以了，豹就没有这个必要了，是吧？不是，倩倩。不是问题，这件事儿我很难做决定，而且他报不报，其实对我的人设来说都是有点。来，准备，给他一个报。来，报不报看一下，来，倩倩出手，先看有没有，3、2、1，走。上，哇。哎呀，手下留情了啊！行，欢迎光临。哇哇，原来是这个滋味啊，是吧？不好受。天哪！他们俩的姿势好像泡澡啊。对，好像是在照镜子，是不是？啊，我太难了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我太难了。